关于劳动节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央视网今天推出在线访谈节目《劳动节说劳动》。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、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与广大网民开展网上座谈，分享新时代的劳动精神。专家学者表示，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，我们始终都要尊崇劳动，尊重劳动者，重视劳动，弘扬劳模精神。